我叫阿呆，曾经我是一位游走在街头的盗贼，而现在他们说我是拯救天下苍生的救世主。但在那之前，我首先要成为一名死神，一名善良的死神。这些的神圣魔法，难道他要？叔叔说过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拼尽全力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要为了爱的人拼尽全力。好强烈的邪气！阿呆，不要！冥王，快退回来，小七！一闪，我来挡住他。无论如何，都要保护好七丫头。天，地，动！三生。三生。冥王剑下不留活口，想活命就赶紧从眼前消失。我们走。走远了吗？关母消失了，盗贼公会的人也都走了。阿呆，阿呆，你怎么了？他还活着，快跟我回金陵城。七丫头，别难过了。谁也没想到，杀手公会冥王的传人会出现在这里。大叔，你不用安慰我了。如果我当时再快一点，也不会让他有机会使出冥王剑。四叔是为了救我而死，我灭凤哪怕不当盗贼，也要为四叔报仇。天鹰大叔，你先忙吧。那你们好好休息，等阿呆小兄弟醒来，我就带你们去见女王陛下。今天谢谢你们，等阿呆醒了也记得帮我谢谢他。竟然还有翅膀，好美啊。玄月，阿呆一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吧？我看那个盗贼一下就变成干尸了，他怎么会有如此高的功力？对啊，圆圆，你跟阿呆这么亲近，一定知道些什么吧？什么亲近啊？你别瞎说啊！我跟他认识的时间也就比你们早几天，只知道他有一个当炼金术士的老师和一个会武技的叔叔，其他的我也不清楚，你们自己问他吧。喂，听到了吗？大家有好多话想问你呢，快点醒过来吧。
不要。不要。阿呆，你醒了。不要。阿呆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阿呆醒了吗？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阿呆，我在这儿，我们都在这儿。放过我，我不想杀人，是他们逼我的。阿呆，阿呆，你终于醒了，还好了。月月，这是哪儿？这里是精灵族的主城，我们已经没事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刚才可把玄月吓坏了。还是有点难受。不过你们都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这都多亏了你。所以，你是怎么把那些高手都赶跑的？我。阿呆。阿呆兄弟，你没事吧？阿呆，你怎么了？我真的不想杀人，可是他们……哎呀，就为这事儿啊？你是第一次杀人吧？以后啊，慢慢就能习惯了。我不想的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对啊，都是那些坏人自找的。你别说了。我们出去，你好好跟阿呆说说。我们也出去吧，让阿呆兄弟安静一下。我知道他们是坏人，可是我真的不想杀他们呀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不要想了，先睡吧。醒啦，这次好点了吗？嗯。你睡了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前面还吐了，吃点水果垫垫肚子吧。你们醒了，打扰到你们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精灵女王要召见咱们，你现在有力气吗？啊，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来，扶着我。啊，我来吧。不行。到了。阿呆兄弟，好点了吗？啊，已经恢复了。那快进去吧，我等不及要见女王了。女王陛下已经等候多时，大家随我来。哇，这就是精灵神殿吗？好美啊。几位英雄，欢迎你们来到精灵城。我代表精灵族，感谢你们对我族人的舍命相救。这份恩情，我们精灵族会永远铭记。世界我爱，迷雾之森炼金术师，黑白笑着冥王阿叔，阿呆你在哪里？快点回来！魔法公会刁蛮少女，勾着骑士一路向大。